我名字叫刘真，今年在富隆港华侨读四年级，我现在住在雪兰莪，在上州。Mr. Chai， 好像以前我英语全部不会，全部都不会哦。OK， 我那时候我的数学很弱，我想要进步。你大概给老师讲一下，老师帮助了你蛮多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你最近的这个考试的评估啊，这个 USA 考试的评估是多少？84，以前我最多只能拿60分。你觉得你会不会推荐你的朋友来这边一起上课？会，我会跟他们说你一来 Mr. Chai 的 KBAT 数学课后就一定可以拿 A， 因为 Mr. Chai 教书的时候他会讲到很他也会是了解到我们明白为止。赶紧 PM 进来让孩子进步数学应用题，